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蓝洋霸主海龙王非常困难的一个升华山的关卡。没错，它是升华山，可是还真的有点难度。百姓呢尝试了还蛮多次的这个通关测试哦，基本上是有点难度哦。有点难度哦，25颗，哦，这边还用到一个小小的叠珠哦，希望能够尽快将左边这只击杀哦。我看起来是没有击杀成功了哈。哦，不过我们新珠留了蛮多，而且击杀左边这一只。新珠留的多的目的是因为不好打，所以你新珠要留多一点。因为东海龙王恢复力非常悲剧，因为加上这个叠珠才补了1000多滴，所以这个大家了解到为什么白星珠打了好几次了。我的建议是能够把它赶快干掉就赶快干掉它吧。这个我叠成这样的回复力也是悲剧哦，也是悲剧啊，哦，断心哦，断水，基本上断水断电就是要洗的地方哈。残血这个23%哦，23%的血量哦，基本上我现在想要做一个比较这个就是叠珠的动作哦，给下一关用。好像是叠失败了，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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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回复我吧。非常 good， 非常 good。好吧，赶快锤吧。嘎噔嘎噔，就是这样啊，不啰嗦，不啰嗦，因为啰嗦也没有用啊哈。OK， 漂亮叠珠。中中中中中中中！好，恢复哈，补血哈。问题是这次防御有14000哈。火星转水哦，火星转水，火星转水。那我们做一个，看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2、4、6，太多杂珠了哈，那我滤一下哈。还是蛮多杂珠的，再绿，火星转水 ，OK OK OK， 我们的这个绿珠绿的差不多了哈。好，漂亮的火星转水，看不懂没关系，百姓示范给你看。看不懂没关系，百姓教你什么叫做吃我的一吸的。
这个 EC 可以做出叠珠的效果，就是厉害在这里。去死吧你！有呢，呀，好，用叠珠来做一个攻击的那个示范啊。好，这边也是叠珠了哈。好，剩下这旁边这两只基本上是轻松打。舒服的话可以这个转一个强心这样。嘎当嘎当 KO 没有慢动作，不过我还是有练出来。好，以上是东海龙王这个升华三的关卡失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